第三十四题，浩文装置了一个电路，如右图所示。试问下列何者为该路电路的示意图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路上面有一个电池，这个电池去接了一个电阻，电阻去串联了一个安培剂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伏特器去并联了我们的这个电池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题目，我们的答案里面呢，必须有一个电阻，电阻会串联一个安培剂。那我们发现呢，只有 C 这个是有电阻去串联安培剂，然后这个电池去并联了一个伏特剂，只有它是符合我们刚才的叙述的。所以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为该电路的示意图？我们答案呢，选择的是 C， 我们的电阻跟安培剂串联，然后呢，整个电池去并联一个伏特剂。